第六题，今将同一个物体 M 等于1公斤放在光滑水平面，并施以相同水平力 F 等于1公斤重，如图所示。若不考虑任何空气阻力和摩擦力，请比较此物体在月球、在地球、在太空舱何处操作此一实验所产生的加速度最大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从力求加速的公式叫做 F 等于 ma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，我们的质量都是1公斤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地量都是1公斤重，正确计算要把它乘以 9.8 换成牛顿，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力量是一样的，质量是一样的，那当然加速度也就会是一样的，所以不会变。所以在任何地方，因为我们施相同的力给相同质量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会产生相同的加速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呢应该选的是猪一样大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哪边的加速度比较大，我们答案选猪一样大。